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你们到这个道场啊，都会看到有一个功德像，叫做经书法宝六通啊。现在很多地方都有。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解释什么叫做经书法宝六通。什么是法宝？凡是能称为法宝的，就是里面的内容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可以帮助你了生脱死的，才称之为法宝。这个法就是了生脱死的方法。那么因为了脱生死的方法非常难得，非常稀有比世间的宝物都还要珍贵，所以呢我们就称之为宝就称之为宝。所以大家在流通法宝的时候你要稍微留意一下你要流通的这些书籍、光碟、影音或是网络上分享的连结这些内容能不能帮助众生了脱生死如果可以，那么你的这个流通的行为才称之为有功有德功是就是你亲自去做，德呢就是你赠送的这些法宝那么能够使众生脱离轮回这个才称之为德这是德恨的意思所以为什么流通佛法它有功德而且呢超于日月比日月呢更为明亮功德呢不是一般世俗所能比的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出世如同幽昙花一样非常的稀有，非常的难得。那么你看佛的法运只有12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那么在这个12000年当中，从正法一直到末法经历了不断的变质，一直到法灭所以你能流通正确的佛法流通令人了生脱死的方法那么这个功德比做什么都还要大这个是在较量功德你在做这些世间人讲的好事当中做好事哪一样功德最大这是流通正法的功德最大所以你看到这个道场的功德箱上面写着这个经典经书法宝流通那你就要注意了它这个里面是不是应送的是经典那么这个经典是不是了义的经典有一些是伪经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这部经它算是有问题的那么你们在投功德箱的时候你就要看看看它架上流通什么法宝是不是能帮助这个佛日增辉法轮常转能不能帮助佛法能够兴盛
如果不行，那么你投功德箱啊，没有功德啊，而且还有业障啊，还有业障啊，因为呢啊，在佛陀的时代啊，就有很多这个外道啊，他假装啊很孝顺啊，提倡这些孝道啊，这个是真的。在《大方便佛报恩经》里面，啊，他假装啊，这个提倡孝道啊，行世间善法，啊，那么恶意的来破坏佛教，啊，他也说他是这个啊修行，也说他有道，啊，那么佛在经上呵斥这些人，啊，为利养故，缠灭佛法，啊，缠灭正法。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讨好众生，啊，狂惑众生，那么来破坏佛陀的教育，啊，所以你们到啊这些寺院，啊或是精舍，啊它上面写的啊这个啊流通经书法宝啊，你要看它的是不是。啊，如果不是，啊，那你去，啊，跟着他，啊，一起，啊，俗称的做功德，啊，那有没有功德呢？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他不算是佛门里面讲的最胜福田，啊，这个福田里面还有分啊最胜的，啊，跟这个不殊胜的。啊，就像世间的土地一样，啊，有一些土地比较肥沃，有一些土地比较贫瘠，啊，那么种子种下去都能够，啊，长出，啊，果实来，只是这个果实，啊，完不完美，啊，就不就近而已，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啊，这些地方，啊，他拿着佛教的名义啊，搞世间法啊，这个你们在投功德箱的时候，你就要问清楚了啊，你要想清楚了啊，你是想要流通佛法啊，还是呢啊想要流通世间的善书啊，或是呢啊都兼着做没有关系啊，那你可以问这个他们柜台执事的啊，或是法师，或是这些义工居士们啊，你可以问他，问清楚了再做都不迟啊。那么我们是希望啊正法啊可以久住啊，希望这些外道啊不要混到佛门里面来啊。现在真的啊有太多啊这些啊外道，把世间的善啊当作是出世间，啊，将不了义法啊认为是无上道，啊，那这个是佛所禁止的，啊，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状况，啊，在《大方便佛报恩经》里面都有说到，啊，这本经相当的好，啊，相当的殊胜，啊，它教导你，啊，怎么样啊做一个啊，孝顺的人啊，大方便嘛，大就是就近的意思啊，就近的方法啊，来孝顺父母，所以称之为大方便佛报恩经啊，这个大就是就近的意思啊，广大的意思，不是你的情爱心，不是你的世间心啊，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导啊，这个后世的弟子啊，你要怎么孝顺？啊，你要怎么样来学佛啊？又不废世间法啊，所以这本经在现代呢相当适用啊。那么你们看到的啊，现在的现象啊，或是以这些啊这些人天成的经典啊当作是佛法啊，这个在《佛说当来辩经》里面啊，相信你们有来参与的啊这些同修，你们都很清楚。啊，这个是佛所禁止的啊，因为呢，
提倡这些典籍，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会使正法毁灭，这是佛在经上讲的，所以希望每一个人你都要清楚什么叫做法宝，什么是佛法，那么你这样子去流通到底有没有功德，如不如法，这个都要知道，你是要无上的功德还是要世间的有漏功德，这个有漏功德一旦福报享完了那么你就会下三恶道，它是世间有漏的不是真正的出世法可以帮助你解脱，所以希望每一位同修你都能够认识都能够了解你自己是在做什么到底有没有功德那么流通的是不是佛陀的经典佛教的典籍或是你流通的呢是不是一层的了义这个都是我们佛弟子应该要认识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像经典开讲以前都要讲这个五重玄义以及十门开启就是在帮助所有的学佛人来认识什么叫做佛教佛呢讲经教学它的一个时段哪一时是讲什么哪一时讲的是最究竟的哪一些是佛弟子当学哪一些是不当学，所以这古来祖师大德很有智慧发明了这个五重玄义跟这个十门开启这在讲座以前在正式进入经文以前先为大家介绍就是希望每一位学佛的出家人或是在家人都能够了解什么是佛陀的教育什么是正法那么你现在的讲经都省略了这个五重玄义以及十门开启那么导致呢大多数的学佛人对于佛教不了解或是误会甚至错解都是因为你对于经典的分科判教不是很透彻所以呢才导致呢有今天的状况那么这些呢你都可以赶紧向祖师大德学习把不会的赶快学起来那么对佛法有真正的了解真正的认识你在流通的时候你在这个修福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福田什么呢能做什么不能做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